好吃不好吃？怎么着？有没有一股贼腥味儿？其实我偷的。好吃不好吃？有没有贼腥味儿？很甜，是不是比买的好吃？很甜，不花钱的都好吃。我们这还是有渣子没发。翻过了个昆仑山垭口，海拔4768米，就到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边呢也是无人区，但所谓的无人区呢，是指这片地方确实是没有村庄什么的。但是如果你在109国道上走，它是不等于无人区，因为它是有几个服务区的。昆仑山下了昆仑山垭口之后，先到不动泉。然后到沱沱河，再到五道梁，不是，到五道梁，再到沱沱河，然后雁石坪，再到唐古拉山冰站，然后过了唐古拉山垭口，就到了西藏境内了。到这边呢，新手不建议走这边，因为这边的平均海拔是4078，很多新进藏的走了109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然后因为高反吃不着药，就持续的开车往前开，有的人甚至。走109持续开车直接开到了拉萨，结果到拉萨高反也不行，然后就直接回家了，这趟旅途就很没意思了。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坚持要走109，建议你在过昆仑山垭口之前，在昆仑山泉和七大滩，也就是玉珠峰的观景台这两个位置休息两天，适应一下海拔高度。在昆仑山泉海拔是3600左右，到西大滩是4300，这两个海拔高度已经让你能够适应这边的海拔了。过到可可西里之后，就是海拔的4700到4800左右，因为这一路一直到过了唐古拉山都是这个高海拔。唐古拉山的海拔是5100多，不到5200。所以说你们自己要再来西藏走109，一定要注意这边的路呢。过了昆仑山垭口之后的路一直都不怎么好走，都是起伏路，特别是过了五道梁到唐古拉山这一段的路是特别的烂，尤其是在烽火山垭口这段，烂得更没样。所以说你开车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咱们继续往前走，我今天预计是要过了沱沱河和雁石坪吧，因为也就300多公里。五道梁我就是加下油补给一下，就直接出发了。这里就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现在呢有很多人说穿越可可西里，其实它只是沿着109国道去了西藏，是一种伪穿越。真正的穿越现在已经被国家禁止了，包括这个严格意义来讲，就是这条路109国道咱们的车都不准下路，别人有岔路咱们都不允许下，因为路两边就是可可西里的自然保护区，如果有那个管理员看见你的话会把你撵出来，根本就不让你进。现在穿越可可西里是非法的，是不允许穿越的。所以说你看到很多一些无良自媒体说啊，老兄弟们朋友们，我在可可西里，我在穿越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哎呀，都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沿途都是服务区，只要你把油加满水加满饭吃饱，就是一路平平安安就到了西藏了，就这么简单。对，无人区是无人区，确实是无人区，但它没有那么危险，因为这个沿途这几个服务区在这块，只要你把油加够，你把饭吃饱，然后你不高反就没问题。朋友们看看路边这个大铁杆子，这是青海特有的东西，在109国道上专门就是这路两边有些沉降层特别厉害的地方就会有这些大铁杆子，这个杆子是用来给这个地基散热的，让这个地基里边的温度和外边争取保持于一致，这样的话它这个路基的热胀冷缩会降低一些，别的地方其实没看见过这种柱子，只有在青海109上多一些。我这是看见什么了，好多栗子，捡栗子捡栗子捡栗子，哎呦我去，这么多呀，
这车啥的，下边还有闪了这些，已经捡了一盆了，捡栗子捡的喝气喘了，有点捡不动了。朋友们，捡了整整的一粒洗脸盆呢，整整一洗脸盆呢，等着拉上炒栗子去。哎呀，不想再整了。跑了485公里，480公里，5公里加了200块钱油，因为上昆仑大峡谷那边费油了，还有这边走这个坑溪里边也费油，然后柴油上沱沱河加的。说的到沱沱河了，跑了150公里。又加了50块钱油，50块钱，嗯，又加了50块钱，再加点柴油。柴暖，柴暖，昨天晚上，哎，是昨天晚上，没油了。这得慢点，他这加一回又能用，我能用3晚上。差不多了吧？我放一会儿。6块钱不干，才差这点钱。你就赚一下是，我压个店。行，车上15多块，操，还没到呢。我自己想慢慢去。没事。16块钱，等下回来。哎，又加了16块钱呢。好的，到了西藏的大门了，然后今天就能进西藏境内了。听说好多藏野驴啊。但是真是有点高反，我在想一会儿到唐古拉山垭口的时候要不要唱首歌，但是今天嗓子也不好，而且有点高反。来吧，西藏我又来了。老说大货车怎么怎么着，大货车怎么怎么着的，刚刚这个大货车等于间接救我一命一样，我没看见他的车牌号，因为我不敢跟他太近。我从唐古拉山下来的时候，这个路上全是冰，我准备超这个大货车，我都掰转向缓灯光了，然后大货直接就站到我这边路这边了，然后我就踩刹车，我一发现踩刹车才发现路上全是冰。所以说兄弟们，有的时候路上的大车司机也是好人多，真的是好人多。我现在看不见车牌号，天太黑了，这大车刚才直接就站到我这边道了，就不让我过。刚开始我还多少有点气愤，真的。然后结果一走上道了，一看我才发现全是冰，现在路上你们也能看见白色的全是冰。从唐古拉山垭口下来的时候还没有呢，到这边才有。刚刚真的很危险，我赶紧把档减下来，现在我不能追他，一会儿如果没有冰的时候我看能不能追下来。看不太清楚啊，也不敢跟太近，我就看见一个921挂，别的也没看见啊，而且现在我也不敢超他，我在后边慢慢跟着吧。感谢这位大车司机了啊！视频干嘛？我做旅行自媒体的，我要拍每天加多少油，多少加多少钱。现在到拉萨，到西藏那去了。这边油价是8.3块，刚刚加了155块钱的18升。哎，交钱去。现在是早上6点多，我一晚上没睡觉，连夜直接开到这儿了。那边是石碣波，还有阿林的车。在那边听着呢，不去打扰他们了，看看他们找什么时候能看见我，我得去休息了，太困了。我起来了，6:40强迫自己睡了个觉，然后睡到了10点，不到10点，9点多，这一会儿收拾东西，再洗洗脑子，2天没洗头了，完了准备一会儿去溜达圈去。糟老头子，糟老头子！说谁糟老头子？说你糟！欢迎南宫，请出发。我只是东。这里啊，欢迎南宫，欢迎小虎哥，大李哥。看见拉货啊！我早就干买了，我这么多，咋的断哪了？两个70后的旷世激烈。还有一个一个，我们来老夏这儿了。老夏的骚粉，谢谢骚粉浪迪，哎，这个笨笨，明天我要跟他试试去，要不老要跟我试吧试吧嘛，四驱我要拿下他，啊，吃啥？苦瓜三个再炒个一锅青椒炒鸡蛋，苦瓜什么？你说做啥？苦瓜帮他下子，啊，来了是不是？我来了专门给我买的菜，哎，不是，真不是，昨天我们。老齐哥是两个是吧？
尝几个呢？我给你个机会重新说一遍，是不是我来你专门给我买一菜？是不是？今天还真不是，我们没朋友了。那今天给我们安排菜系，那个青椒炒鸡蛋，苦瓜炒肉，红烧老虾。没见过就对了。就这仨菜，那怎么干煸老虾啊？干煸。那怎么吃好啊？这苦瓜可能是苦瓜。我以前说这个是嫩苦瓜，要是老苦瓜的话就没。嫩苦瓜。啊，对，这是炒菜苦瓜，就香。要是呛，可以，有点苦。老虾，我再最后问你一句，是不是给我炒的？我能吃吧？我们是昨天，是不是我？因为我来给我炒的。对，你们起来就借我锅啊！你们能借我锅啊？我在109国道捡的板栗，在老下边，咱一会开成口，直接炒了。都没有开，没有口。有开口的，这个没有开口的，基本上都没有。就冲屁股这拉一刀就行，它有口，它能跑气就行。对。老下预备大锅去了。这玩意儿真的像炒的像那个泡。来找个家事，找个家事，再找个盆，完咱先弄个刀，找个刀。这你捏一下就完了吧？这你哪有口的？你来板栗，那你来这个没口的。板栗，来一个，那是有口的。开口。好，这可以。板栗开口。开刀。搜索。还没开呢，开刀。哎呦，有的裂不开。那这板栗怎么全身的？不用刀切，加一个瓶盖，看怎么用。好的呀。没有，治好的呀。那么切吗？啊，割个瓶盖儿。扯淡，拉倒吧，咱老家捏挺好的，咱别百度了，捏吧。真的。嗯、啊，来，这不好。可以，有个口行。那全部进去的开，我第一个开。开干啊！开干。嗯。你先整两个，那好吃。今天由老夏掌勺，老狼解说，现在。热锅冷油，把油炸开，只见老夏左手一个翻盆，立着下盆下锅，来马上翻炒均匀。这是炸呀，啊，没有炸，好，油炸，炸的时候这样肯定炸的。经典的四川老夏炒栗子开锅，没有，要有沙，这沙没地方找。要不要上外边的找来把沙子放里头？那不让他吃了，他的口有馅儿。夏师傅能不能翻一个？是，来夏师傅来表演一个翻勺。我不会，这不会。翻。翻不来，有点火吧？一翻的话，我操，这么多油啊！世界杯看视频。那整的那能吃？那是两，这两种东西我。那啥东西啊？我感觉直接这么炒就行。炒吧，直接炒就行。啊，反正来，我翻，我试试。是啊。我炒，我感觉这是油炸鸡腿。这能一样吗？这样？哎呦！哎，我操，这个你翻煎得动吗？你煎得动吗？煎得动啊，这家的。我是等到这块清蒸完，我要去蒸花子。蒸花子，你看这还有我要准备当大师傅了。现在有老狼掌勺。江湖四川一流的大翻勺，你锅咋翻翻过去了？像那回事不？啥也不用放，就这么炒就行了。现在没啥。哎呀，用它。立着差不多了，看这口爆的，挺像回事了啊。不是，水分还没干，绝对水分还没干，还是可以的，差不多好了。还有水分，没有水分的话，它不会冒泡。这是泡吗？嗯，那再扒拉一会儿。我尝一个，尝个开口的。哇，火中取栗，这是火中取栗。哎，可好包了。那开口一炒就离开了。甜不甜？嗯，差不多熟了。为什么？好吧。是甜的。是甜的。还好吃，好喝，过火吧，喝一个八，啊，好吃不好吃？嗯，粉条有没有一股贼腥味？嗯，其实我偷的，好吃不好吃？有没有贼腥味？甜，是不是比买的好吃？很甜，不花钱的都好吃。我们这还是有渣子，没渣。哎呀，
看看我们炒的品相不错吧，都开口利了。哎，走，下午去买两买两条牛仔裤子，这得打个光。哎，对对，这打个光，哎，这光一打，你看到时候体验就上来了。上糖吃了，上糖吃了，糖炒栗子。